这次比赛中，他们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明年，我们还有第二季，还有第三届。那裁判说一下吧，小光，对这次比赛，这两位，我个人很喜欢阿布非常在头上的一些动作，然后看到网猫的阿布，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个风格。